我请问你现在南工业码头建造了没有？对，在这些公共设施建造了没有吗？我的问题有还是没有？各位报告是没有，但是没有对。好，所以南工业码头当初怎么样？就是纸上作业。你连南工业码头都无，过来南工的是底下的国际商港底下的募公投募规批，结果没有达到法定人数，这个公投就这样子假议题。搞得规波就对了，动用了云林县的河景是不错，地景是不错，人来去办什么抽销的时候，要叫人人数，搞得规批，没有达到法定人数，这个公投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自然就消失了。但是我要讲哦，这么阿哥在讲了什么？国际商港跟中国的一带一路要接轨，部长，你真的要留意了。十九亿还有没有保留在那边啊？你回答。没关系，十九亿还有没有保留在那边？正式的公文来，所以十九亿的部分就结算后缴回。所以十九亿的话就要缴回，对不对？是。这个我建请工业局，你二八三公顷先做产业园区好不好？他们相距，他们相距之隔的话，几乎啊不到一百公顷呢。好，183公顷，你不到一百公顷呢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